听说过没见过 PS 的代言人，这位艾泽拉·托马斯让我路人转粉。来昆明录 live， 节奏非常地稳，招数多，电量足，演奏很是传神。灯塔国他朋友多，米歇尔与梅森，游列国走四方，音乐里寻根。几年前到中国是一路的风尘，结交下了众鼓手，兄弟情深，爱音乐无国界，大家是友谊长存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那么本期为各位带来的这位鼓手是春雷乐器推荐给我的。之前我不认识这位老师，那么通过这几天相处，我们充分意识到他可怕的电池容量。让我们有请来自上海的托马斯老师。